系指甲啊，挨系台中嘅客家人，啊，现下系做音乐相关嘅东西。就是妈妈小时候就是数科的成绩不好这样子，然后就没有上国中的音乐班这样。那我妈妈也觉得很可惜，自己没有去做音乐这件事情，所以她小时候就有特别栽培我去学习音乐这件事情。音乐相关的事情，他都会鼓励我、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，才出乎他的意料啦。这样就等于说，他没有料到我现在会写歌。高中的时候，老师鼓励我去参加台语的，因为要比第二年的时候客语没有人，然后老师就说：“欸、那你要不要去比客语的这样子？”因为我很喜欢客语歌嘛，我想说那应该没有问题。这些的养分跟这些的经验，就让我带到了大学这样。我觉得客语有很多漂亮的声音，然后很棒的发音的方式，然后我很感谢我的开机组，就是我觉得他有在这个整个我追寻客家的过程中，或者是说整个对客家的这个接触当中，他有帮助我这样子，我很感谢就是我的祖先这样子。我是吴荣顺，我是台北艺术大学人工呢个教授，我是花莲玉里个客家人。当然，我讲客家山歌，个客家人工个一个基本，客家山歌都是客家个歌唱，用歌个来唱个一个歌种。故说呢，有人讲，你客家人都要唱山歌，因为客家山歌。是阿尼客家人以前生活的一个方式。当然啦，客家山歌都系讲，你晓讲客家话都晓唱山歌，啊，唔晓讲客家话，当然啦，要唱山歌就真困难。故说阿尼对啲后生，阿尼嘅客家嘅后生嚟讲，应该爱先学客家话，嗬，学客家话学了以后，你都要唱山歌，你都安简单。我系昌永贤，苗栗嘅客家人。山歌基本上来讲，对后生人就比较较唔理解，因为归下环境也冇重要。年轮农业社会，你也是当初一位民间生活的娱乐一种，你也是因为娱乐也多年，吼、哦，一发展下去，一条东西就变到有一种像人讲感觉，像后生人唔理解一样诶。但是事实上唔系啲哦，中年以上的人。是当多，头个喊头个高了，所以山歌很妙，就妙在这里。为什么大家爱听？一样一个歌词，你唱我唱不一样，我唱八遍都不一样，一直有新鲜感。爱当嘉义王仁玉先生。佢大量嚟認識就係客家嘅東西，客家係乜嘅東西啊？客家嘅文化啦，客家嘅人啦，客家嘅歷史，客家嘅主題性啊，還有青島嘅係下歌嘅方式。王仁玉先生嘅客家歌嘅部分哦，有當多係嘉義客家山歌嘅元素啦。六零年代的 blues 啊，七零年代的 disco， 还是八零的 electric music， 其实哈有那个众多的多变的音乐元素啊。哎，感觉有影响哎，就是客家其实都做得无常用的音乐的方式，唔系传统的纳卡西，唔系传统的山歌安尼，是得来做。哦，无穷用嘅音乐嘅可能性。